love, L-O-V-E, 这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懂的单字。这个红色雕塑的公共艺术，也是国外游客到101来最喜欢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台北101大楼不只是全台湾第一高楼，它的公共艺术预算也创下国内企业的最高纪录。风言风语就带大家绕一圈101，看几件很有特色的户外公共艺术作品。